の蝶になって、きらめく風に乗って、今すぐ君に会いに行こう。余計なことなんて忘れた方がマシさ、これ以上シャラテル使わない。何がウォ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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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この空に届くのだろう。だけどウォ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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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明日の予定もわからない。这里是跟大家圣诞快乐，对，然后我在《亲爱的》中饰演的是傅守月和师傅钟情，我跟大家讲这出花脑的。其实这电影大家都看了，是真的很好看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很能满足在圣诞节大家这个观影需求。如果你想要去看特别逗趣的，特别好玩的部分，那请请俩二人，对吧？特别逗趣的幽默。然后如果想看那种温情啊，又浪漫的，其实钟情守月和公主。这一段关系有很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啊，也会给大家带来温暖。然后如果想看那个诡异的啊，什么那种的悬疑啊，就上到平台演出出来都可以。那希望大家可以圣诞节过来支持我们现在，谢谢各位，好，谢谢啊。散らない翼でも